接下来看最爱撒娇的谁啊？好，接下来让继续撒娇啊，让谁来演？嗯，小苏青啊，我看好啊，我呀，对，因为平时呢，我们看到你的表演一直都是很奔放的，这一次呢，想看不一样的一面。A B C D， 你来选 ，A 已经被人选走了。B C D， 我选 D， 第四个 D， 对，第四个啊，来看第四个是最爱撒娇的什么呢？老伴儿，老伴儿，找一个谁跟你搭档吗？对，随便，还赵四吧，赵四，还是原配呗啊！看看最爱撒娇的老伴儿怎么演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老伴儿，老头子快过来，快点的。哎呀，你说事儿呗，你这是这么扯的吗？哎呀，上回我跟你说的，咱们俩度蜜月那个事儿，是不是应该定了呢？哎呦，你快消停了吧，这都多大岁数了，都快有孙子了，还度什么蜜月？哎呀，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把丢失的时光都找回来。找啥呀？找！哎呀，老头子，你答应我吗？答应我吗？哎呀，你答应我！别梗了，声音这太有杀伤力了。那以前你咋不这么说呢？以前我怎么说的？以前你不就是甜言蜜语的说：“哎呀，媳妇儿啊，你这声音太甜了，真有磁性。”还说我声音，哎呀，能勾引你信任你，把你信任来了吗？你忘了吗？忘了我？是，我承认，原来你的声音吧是挺有磁性的，但你现在声音弹力太大呀，现在。我不管。啊。老伴。嗯。瞅着我。我这不看着你呢吗？你看看我好不好看？我看你就是下眼袋大了，就是。我告诉你，赵四啊，今天你上花圃住去，别想回家了啊。那可不行，那我可有点害怕啊。接下来呢，下面一位进行选择的是谁呀、啊？这样。香港来的朋友啊，我打明，打明，阿达，我打，A B 的 B B 啊，看看 B 是最爱撒娇的摄影师，这个难度有点大，这个有点难，因为怎么样、啊？这个难演、啊，你看我们经常有被别人拍的经历嘛，这摄影师一定是要强势，你看他那个。前一阵子有一个热播的电影叫做《全程热恋》，对，里面有那个啊，给我，就是一定要有那种感觉的撒娇，撒娇不可能拍照啊，撒娇不可能。我可是我可以转两个人帮我吗？就是两个人，好，可以，两个人可以吗？好，那就转大鹏，大鹏啊，还有一个打个女的啊，老师。一菲老师，一菲，哎呦，来，一菲，他们要演的一对情侣，我们是情侣，情侣，好不好？太般配了，来吧，准备啊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哦耶，你们好，哎呦，咱俩回去吧，哎，别在这拍了，来，我陪了，站这里。站啊！你是化妆师还是不是？我是你们摄影师明大江啊！你好，你好！哎呦妈，你好！等，我女朋友啊！我女朋友！你碰我！你别碰我！别碰我！见面啊！我们还是走吧。哎不哎，肯定拍到你漂亮啊！不，我跟你讲，我俩要结婚了啊！给我拍的美。我知道，你相信我就可以啦。你说耶，我耶，来耶了，耶三耶，来看看，哎呀，开心点，开心点，啊，开心点，哎，看着我好像一个钞票，看着我开心笑，哎，好多了，可是不行，女的要性感一点啊，拨头发，你要什么感觉？啊，拨头发，行，来，对呀。我大一点啊，哎，水鞋腰，哎，这还是我女朋友吗？这啊，对，你有没有听过啊？看过蔡依林的歌？
特么特么追特么追啊，这样啊，所以先要来来来一个，来，耶，哇耶，啊，我不喜欢这个，这样啊，哦，再来再来，啊，哎，你要那个性感要庞大一点啊，要这样咬嘴唇，嗯，咬嘴唇，嗯，哎，你看，我示范一下，要感情啊，这一张是很好的感情的哈。内心世界的爱，要闭上眼睛。宝贝，你跟他学 啊！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。要心心感受一下爱的感觉，呼吸，闻一下那种味道，爱的味道，就是这个爱的味道，臭臭的，有点奇怪的，鞋，哇，哎呀，不玩了，不好玩，我走了。我得拿它出来避避邪，我跟你说。好，谢谢张阿姨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，好精彩，谢谢达明。